我非常遗憾，今天在内政委员会会有这样的状况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的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态度，最少你们应该尊重一下招委说话吧。今天是一个民主最坏的示范，尤其在内政委员会里面，我没有气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说话，请他们能够Thank you.
讨论不满意。你们至少要跟我们讲个话吧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啊，当初说我们占领主席台，不占领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这样啊。没收民主？谁没收民主？谁没收民主？谁没收民主？又抢劫议事人员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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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